从乡村到国际，从研究到实务，为了让孩子拥有公平多元适性的教育环境，台湾实验教育推动中心和伙伴们一直不断前进着。为此，我们拟定了四大核心任务，支援台湾教育创新的现场。现场一，想投入实验教育，该怎么开始？针对准备转型的教育单位，我们的任务是陪伴扩展，让学校更容易接触到适合的实验教育职能。现场二，实验教育的现场，我该怎么教？针对现场实验教育工作者，我们将重点放在培力增能，建构起同侪支持体系，并培力相关职能。现场三，大家都说实验教育好，有哪些可能呢？针对教育研究人员及学生和家长，我们规划了推广交流，让彼此建立连结、参与、互相协力。现场四，下个世代的实验教育该往哪里去？针对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，我们则致力于研究分析，增进交流进展，让政策更加完善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将持续前行，为台湾的孩子开创更好的教育环境。